喂喂，您好，贝信成，耽误您两分钟时间，我们是在台湾新上市的化妆品公司，品牌名称为玛西亚咪，我想做一些简单的电访调查。等下啦，你是接电话就讲规大连片上听有啦。我们是在台湾新上市的化妆品公司玛西亚咪，我们想要调查一下府上有人正在使用或是听过玛西亚咪吗？干你娘的胸白啊，不好意思啦，我们想要调查一下府上有人使用或是听过玛西亚咪吗？玛西亚咪，你是巴肚收腰的啦，把叫咪叫我吃来。不是面啦，是化妆品牌。化妆品牌讲台语啦，你是台湾人，没有讲台语呢啊？伟珍诶，伟珍的品牌。伟啥？伟珍。卫生纸呀？这无你用卫生纸啦，你嘛伫笑亏。啊，无恁家是安那？放在放疗用手哦，做几个你边有灰灰啊你啊？太高贵啊你！哇塞！不是不是。你怕？你就怕呢你？不是不是微型妆化妆伪装，化妆品牌伪装啊，化妆品伪装，化妆啊伪装，你是要讲台语无啦？你不要在戏里面话伪什么坑啊？那既然您不是很熟悉我们家的品牌，方便跟您索取您的电脑 email 吗？方便跟您索取您的电脑 email 吗？啊，你若讲到电脑，我都气死人啦！讲点解我去签电脑的，结果迄五三九二十八个人钓，你敢知？伊母的双开搁二十八个人钓，这国民党我创空的啦，真正威啊！啊，恁赔了六百块。不好意思，耽误您的时间，不好意思。